天后蔡依林暌违四年将发行新专辑 Ugly Beauty， 原定首播主打怪美 MV 将在21号推出，可说让歌迷引颈期盼。未料她深夜突然在脸书 PO 出道歉启事，宣布新专辑怪美的 MV 26号才能上线，让所有粉丝都崩溃了。蔡依林原定21日把新歌《怪美》MV 正式上架，未料在倒数二天时突然在脸书宣布道歉启事，表示《怪美》的 MV 26号才能上线，还因为再度食言自知理亏，更自称自己是女骗子，并表示愿意承担脱粉和老粉雪片般飞来的鄙视和哼哼哈哈。文末更幽默注明温馨提醒，若气到有不适之处，请记得要打电话给家人告知您身在何处。由于消息太过震惊，几个小时就有近百则留言涌入，只见粉丝纷纷表示傻眼，罚你正式版不准限量，你坦白说是不是专辑才刚开始做，好生气啊，我要罚你。回复这封贴文的大家已是道歉，逗趣留言也调出蔡依林回应，真的好坎坷啊，谁来疼惜我，呜呜呜，戏很多。